时间快到了，土城区中正里举办共餐，还特别透过广播来招呼阿公阿嬷未来甲崩。餐桌上摆出各样的菜色，数一数有十道菜，有鱼有肉有青菜。里长李崇成说，长辈饮食的喜好不同，给他们多一点选择，让他们吃得更开心。有会的人吼，很欢喜啦，阿妈很就这机会来彼此来联谊啦，促进彼此间的感情啊！啊，为什么你都有传个十道菜，还不简单呢？一般人家都说是五菜一汤，结果你是十菜一汤，然后今天又外加一个汤圆。哦，这嘿啦，咱配合一些节庆啦，啊，都迄个每一届咱拢传出一项，就是讲，互人有多重选择啦。哦，迄个，比如讲，一家一食啥吼，啊，有多重选择安尼。长辈们吃得欢喜，里长亲自担任采买工作，加上有志工来帮忙，所以能够变化出一桌子的美味料理来。阿公阿嬷说要感谢里长这么的用心，让他们能够吃到最棒的午餐。里长真好，伊对这老人真交代了。阿祥那好，真好，菜拢未歹啦。很好啊，他办得很好，办得很成功啊，对不对？他对我们社区也很有贡献啊，感觉新鲜啊，好多菜啊，这样不错了。你们这里的菜色加一加十道菜耶，有没有觉得里长都在为你们的身体健康着想？有，哈、啊，没不油啦，不咸啦，这样很好。里长办共餐获得街坊邻居好评，还有人主动送来水果青菜为阿公阿嬷加菜，希望能够为社区里的长辈来尽一份心力，让高龄化的社会里能够有更多的温馨气氛。数位天空新闻，土城报道。